就这样。强暴过多少女的，还是男强暴犯？我叫他滚开一点，我拉肚子坐在这里也不行。我是买 Family Mart 的。买 Family Mart 的，他也说可以在这里上洗手间，我就肚子痛拉肚子了，我还有收据的，对不对？刑事案件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有非常多 paper， 对不对？然后他还是男枪爆犯，姓周的还是男枪爆犯，姓周的还是男枪爆犯，哎，姓周的还是男枪爆犯，强暴过几个女的，男枪爆犯的照片，哎。处处骚扰我，加诽谤。我住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毛五百子。哎，他刚刚还偷摸我这个，偷摸有细菌男枪爆犯的照片，他还偷摸。哎，他还偷摸我的这个。装热水的，我装那个 Family Mart 的热水的保鲜盒，我还用热水烫过了。等一下，他是被手铐走了，他已经骚扰了，他继续这样，对不对？男强暴犯，哎，他这个男强暴犯强暴过几个女的？强暴过几个男的、女的？几个女的在哪？在哪些床上？然后刚刚又跟我推销骚扰，姓周的，哎，又犯下。加重骚扰，跟我推销卖惨，滚开一点啦！不要骚扰我啦！我在等警察。等一个警察，你干嘛跟我报告啊？我通报警察来逮捕你，让你出去。你们全部被我告诬告加骚扰。你来这边乱，去年闹一次了，今年我今天你还乖乖的做。你要你去年在那边给我闹了几个？你句句骚扰。去年一个晚上我叫三次警察，你忘记了吗？你跑去睡 KTV。你句句诬告，你句句骚扰。什么是 KTV？ 关我屁事啊！那边 KTV 还 KTV？ 你跑进去睡觉，吹冷气，脚翘高高的，一个晚上我叫三次警察来赶你，忘记了吗？你不要在这里强暴女生啊，对不对？你强暴多少女生啊？几次啊？关我屁事啊！啊，出去！我就等警察来让你出去。我现在我正想要告你们诬告骚扰刑事案件，你们全部被我开除。还有我的那个电脑为什么都还没有破案还给我？台北车站的警察。好，来这个。警察，你们是台北车站的警察？他这个。去年闹过一次，说今天早上有来借厕所，用了半个钟头，没事。刚才来了，刚才来睡觉，我叫他离开不走，那我就麻烦你们来。我在那边拉肚子，我坐在这里，我还喝热水。这个去年就闹过一次，一个晚上叫你们三次来处理了。然后他们这里那么混乱的男女强暴犯，我坐在这里。然后他这句话已经涉及诽谤了。出去啊！你出去。警察，这个姓周的他常常诬告骚扰，然后他刚刚跟我，他还骚扰我，跟我什么推销，什么卖场，没有啦，小姐，走，你假如觉得这边不行，你要不要去别边休息？东西收一收。说啊，我是在这个全家买，我这个人不干我的事，这个人很复杂。对啊，那还有我在那个台北，东西拿一拿，我还有在台北车站一楼女警替我告的那个侵真春性侵占我的电脑，我也在这里等案子。
那这个等案子，你要的话，直接去台北车站等。没有了，我在那边警察那个女警已经有三个多小时替我挂了那么监圈信，那么帮他气上我的手机跟这苹果电脑，他叫我去你在这里等候，因为他说什么三颗星的火车要什么桃园的三颗星。好，来这里，没关系，东西要不要收一下？去别人休息。我也到了征文警察会了。哎，然后警察，我要跟你说，这个他跟他说是信中人，他句句诬告骚扰，还跟我加重。他骚扰我说，推销这件事卖钱，让我试试啊！还有警察，这边那个全家，好，不要跟你推销了，来，赶快走。对啊，我现在再说一句，那个我在这边24小时哈，因为我在这里买了，每一次我都自己会拉肚子，他们说我在。是我今天早上你拉肚子，我借你厕所。拜拜，我会信任他的。东西收一收啊。他肥成那样，像个南强暴犯一样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东西收一收。涉及诽谤了。你们是从那个台北车站那边过来？对，赶快走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台北车站。那我是在台北车站。好，那你继续台北车站问。对，没关系。就我是用电脑。而且我哦，你有问题，去台北车站里面派出所做询问。这个人不要再来跟踪我。好，没关系。这是我的范围，赶快出去。他们要跟踪你哦。他是这里的保全。我要把他开除了。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我把他告到那个五安路27号，我把他开除了。好。什么？他又怎样？我把他开除了，对不对？你好，这地址是忠孝西路一段50号啊，亚洲广场有状况报告，有报警的状况。他为什么要碰我的保险？对对对，哎啊，那个有女游民去年来闹过啊，然后在那边睡觉不服驱离，我就叫警察来啊，警察是8:20抵达，现在正在驱离中。他刚刚碰我的这个，我要队长、分队长、督导已经通报了。好，就是说，有需要报案，刚才叫什么状况？是不是状况？好好好，好，对，好。好，把东西寄来拿。他拿过我的保鲜盒，我在这里看过热水的性变态，男性变态，男强暴犯性变态，性变态刑事案件，我告他这里。我明天啊，我等一下传真到台北高等法院刑事处，我有非常多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！我从那个全家这里来。好，赶快，赶快！好，都可以。好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因为他去年闹过一次嘛，最有名英国妹啊，就是在那个 KTV 脚翘高高睡觉啊，我一个晚上叫你们3次嘛。他去年啊，然后今天早上来大便，拉了半个小时还在。后来他说他还有洗澡，我想说半个小时该出来去出去叫，哎，他就出来就算了。那下次他的东西你也不要去碰。没有，我不知道谁的，我查看而已。哦、因为我要奇怪怎么一个方形在桌上，哎、啊，他也没说他的，因为我想、哎、他有来，我再多注意一下，哎，怎么一个桌上在那个桌这样子而已。哦、啊，他就来乱啊，他昨天晚上还乖乖坐外面，啊，早上4点多来，那个借厕所我还借他，想说乖乖的就算了。然后他就继续在那边发神经啊。好，然后我有假如啦，他再来你再跟我。好。